重要元素以及图腾，包括船眼、人形纹、波浪纹，彩绘成红、黑、白三原色。佳琪头上的纯手工雕刻彩绘立体的人形纹像，象征同心协力。红白黑在达悟族人象征热情尊贵。我头上的这个亮丽的头，跟海洋及泳装风格的贝壳、海螺。波浪则意味着蓝屿最美的大海海浪，而耳环上的山猪獠牙则象征了财富。头饰呢，则是佳丽亲手制作的，为了致达达悟族文化。今天是很特别的一个达悟族风，那我们台湾小姐这次他们也花了各式的心思，把那个服装做自己的巧思设计，所以待会你看到不只是要美，而且本身的设计还有美的观点也会待会儿呈现在大家的面前。吴玉轩，玉轩今年分体重48公斤，三围是34、24、35。五号佳丽马佩仪，来这个地方呢，顺便周边要有非常多的景色。那佳丽们呢，昨天也都已经到这各个景点了，包括像小乌来天空步道，包括像脚板山，这些景色都非常的迷人。那同时呢，他们晚上呢也在我们这个复兴这边呢特色餐厅用餐，同时也住在我们具有特色的民宿啊，所以他们在这地方都度过一个非常难忘的一天哈。公开的选美，进而把要来自全组。头部以及手臂也都是琉璃及纽扣所制成的饰品哟。佳丽林佩仪，对其中的红宝石闪烁热情似火的灼灼光芒。达悟族的传统文化，因此快染结合了蓝屿当地文化。我是一位听障，双耳全聋，左耳佩戴人工电子耳，耐不住我的听力。我从未认为我的障碍能阻碍我的成长之路，因此我目前就读于实践大学服装设计研究所。身为一位听障，我希望我可以用我的影响力去鼓励跟我一样障碍的人。我从出生就是中立听力障碍，虽然在学习的过程中比一般人辛苦，但是我不会因为有障碍对我的人生目标有所退缩，因为我相信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哇，你是说你选好几个？3号佳丽王韵雅，4号佳丽陈维新，蓝海洋上的疑似珍珠。将来以优雅而庄严的姿态演绎生命的焕然风采。丝袜包覆住的高跟鞋，搭配一针一针缝制的珍珠亮片，象征着飞鱼乘风破浪而来。的达悟族的图腾代表着蓝屿岛的立柱，将一块原本是漂流木，经过部落的。你看我心头。我们昨天也是住在当地的民宿，就可以看到这里的风景还有空气都非常新鲜。那像是在这么冷的天气可以泡到温泉，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，所以很开心有这样的机会。难得今天是能够来到这里那么山明水秀的观光景点，还有泡泡脚的机会啊，在温泉里面舒缓一下双脚，毕竟我们每天都要穿着高跟鞋走来走去，其实双脚是非常辛苦的。那我们今天已经累到站了一整天，非常希望就能直接转过去把脚泡在温泉里面。这次的体验非常棒，就是我们在化妆的时候就是在二楼，然后我们就直接看到风景，我们可以边化妆然后边欣赏美景，我觉得非常的幸福。